讲讲看，他做了什么让你对这个姐姐这么有意见呢？特别是好像爸爸这个生病去世是你们两个人矛盾的一个分界点。我爸生病了，查出来的时候是癌症，当时说的是也就是说半年的样子。我二姐当时在，当时说好了一起来出钱平分，是我二姐说我也要出钱，我说可以，所有意见都是她提，我都配合，然后说五姐妹轮着来照顾，反正是从大姐开始的，然后就从我二姐来的。我二姐去的话我也去了，反正就开始学，因为我一个人。第二次就是我去的，第三个月就是我三姐照顾。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就又要凑钱了，她跟我大姐说没钱，说我爸不要治病了，反正这癌症早晚都是要死的，何必还捞钱。有没有出钱？你说的那话没有？当时是不是姨娘在我手上拿的钱？然后我爸住院的时候，第二个月是轮到我已经照顾完了，第三个月是我三姐，她就说我没事干，叫我去照顾她，不要陪着我爸了。我说我要赚钱，要么就是陪着我爸。他说我又没事干，就去照顾他。我说我怎么可能？然后两个人又吵了，不想理。照顾谁叫你去？自己说叫我去照顾他。什么时候说你照顾我？哦，没有的。爸爸过世那一年，我刚好怀孕生小孩，然后那一年也确实因为买房子啊，经济压力也比较大，但是我就在我们家里面乡下租了一个小房子，那一年也没照顾爸爸，他就对我意见特别大。生小孩我怎么照顾爸爸？我自己还需要。那你为什么后来你们又说怎么我们跑到前面去了？跑到前面的很好，到了轮到后面的时候要抬着走了。因为我爸刚开始住院的时候能自己走，等到后面慢慢慢慢就不能走了，马上就说要轮到他们了。他就说我们跑到前面去，轮到后面的时候不好。说过这样的话呀？照顾完了之后来说，刚开始的时候轮到来的时候又没说。你说你怀孕了，我是最小的，我要跑怎么跑到中间去了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呀？我一句都没说。人家姨娘说你怎么话，我还为你解释，你怎么这样子的？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我一句都没说过，你老是冤枉我。他没说过，那老爸那时候还说我会被你们气死的。你们老是打电话给我说要把爸送回来，不要住医院的呢。人家是好意，不是我们打电话，人家长辈就有人提议啊，因为这个癌症，那个钱也是打水漂啊，人家也是一点好心。因为我们的阅历也比较少，人家老人家他们阅历比较多哦，都知道这个癌症就是不治之症，再多的钱对他们说了我可以理解，没事，我在乎是你们态度，你们为什么推了我怎么服你们？你们当大的一有事情就没人推呀，谁推了？你照顾不了爸，你不会去看一下爸？你在上面生小孩子，你老公在楼上，老爸在下面打针，你老公下来看了吗？陪了一下都没陪，没轮到他，是没轮到他。他看一下不能看吗？怎么没看呀？什么时候看了？不是回家看了吗？那回家看是回家看，是回家看的好不好？他进门，两家人挨得那么近，你走串门都会串一下子，那算看病吗？他儿子生了两三个月，我爸到过世都没看过。坐月子都是因为爸爸住院去了，都是姨娘在照顾我坐月子，然后姨娘就把我送走，因为那时候爸爸生病，我也很伤心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，特别伤心。那身体也不好，老公在外面打工，他就说我在家里也照顾不了，然后大的孩子女儿，他就帮我照顾，我就带着儿子，他就说你去老公那里叫你老公照顾你，他就把我送走，不是我那个的，我不照顾老爸，因为当时我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，我是孩子，我怎么照顾？你老是那你不会去看一下？你从那边你能去浙江，你为什么不能去看一下老爸？我去浙江也是姨娘送我走的。那你老公呢？那你生小孩子是为他生，又不是为我生，又不是为我爸生。你老是指责人家老公，他不是要上班吗？他要上班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老是指责，那不是那是人家的责任吗？那你生小孩是不是他的责任？我想问一下，四姐这边生孩子有她的特殊的情况，为什么你就在这个点上过不去呢？她是你的姐姐，她生个孩子，她老是针对我。是生了，我没有说啊，他可以在那里生，也可以在那里待着。我妈当时也去照顾他，我妈做了他那一份，你连看一下我爸一眼都不看，人家都要过了。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吗？他是没那个心，我爸照顾他那么多年，都骂他白眼狼来了。我怎么没那个心啊？老爸有没有因为你生孩子没有去照顾他，对你有过意见？因为妹妹这边揪着不放的一个点就是，你虽然怀孕了，生孩子了，但是爸爸已经到那个时候了。你怎么就不能来看一下他？我看了呀，我怎么没回去看呀？
你看我，你不是说你坐到床上了，你坐月子怎么去看？我坐月子我怎么看呀、啊？爸爸在。对呀、啊，你哪里来的看？你刚刚说你看了。他是出院的时候我回来看了呀，我怎么没回来看啊？出院的时候你回来看。小妹告诉我们，自己和父亲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，因为在五个姐妹当中，父亲最疼爱的就是自己。在父亲生病的这短短几个月里，四姐对父亲的态度成了扎在她心中的一根刺儿。纵使姐姐当时有特殊的情况，她也永远无法原谅四姐。姐妹俩从此便分。